来，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题目。来，有个坡洞，往左边洞，请问你往哪边前那个？啊，刚才跟你讲过了，如何判断？第一个照描，对不对？前方向照描，然后看嘛。第二个怎么样？看后面嘛，对不对？看后面，哪一种都可以。按照看后面，左边是往前走，右边是后面。甲的后面在上，乙的后面在下，丙的后面在上。所以甲向上，乙向下，丙也向上。所以我们答案就选了叫做 A， 可以哈？你们 OK 吗？可以。好，那停车站借问，这个往哪边动？往哪里动？帅哥美女，现在应该换美女是吗？来，我们换美女。美女 ，seven 七，你选谁 ？C， 你选 C， 请坐。小姐选 C， 右边是前进，左边是后面，甲的后面在上，乙的后面在下，所以甲向上，乙向下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叫做 C 儿。请问你，甲怎么动？甲怎么动？啊，甲他告诉你，他就倒过来问我说：“我甲是向下动的，我甲会往下动。”那请问你坡怎么前进？反过来问嘛，反过来问，那就反过来想就好了。来，有两个答案是绝不可能的。找一位帅哥男，帅哥男叫做闪闪，闪闪。啊 ，C， 请坐。你选的答案叫做 C。A 跟 B 绝不可能。图形显示的是一个高低坡，是一个横坡，所以它们介质的运动方向跟坡点方向会互相垂直。所以介质如果是上下动，那坡绝对不会是上下动，所以只可能是左右动。然后它要向下，甲的下是在右边嘛，右边甲的下是在右边，所以右边叫后面，所以左边叫做前面，所以是朝左前进，所以答案选的是向左，答案选的 C， 就是问有关于介质运动方向的题目，可以吗？可以。